评论区讲我妈干嘛呢？我妈那个不要跳来我直播间了。你讲到我所有的家人的话，不好意思，我底线就这里，给我滚，给我滚！哎呀，嗨！你可能要等爸爸一下哦，好像不太可以带你来直播间。爸，向左直播带货图暴走，你给我滚！保女儿入境，收官方警告。香港大亨向华强长子向左，众人皆知他娶了台湾气质女神郭碧缇。妈妈向太平常大多活跃于社群平台直播带货，儿子近期也跟随母亲步伐，没想到16号却因为网友一句“妈妈带货失败，换儿子来了”，让他在直播间大暴走。你们谁啊？直播间拉上去！评论区讲我妈干嘛呢？我妈那个不要跳来我直播间了。你讲到我所有的家人的话。不好意思，我底线就这里，给我滚，给我滚！哎呀，嗨！我妈那个，你不要上来我直播间了。那个找我妈的拉出来，拉一拉，再讲一遍。他没有失败啊，其实他非常成功，他给我成功啊。真的，真的很无语，真的。我妈非常成功了，怎么了？事实上，这也不是向左第一次发生放送事故了。曾抱着女儿入境，遭到官方警告。你可能要等爸爸一下哦。好像不太可以带你来直播间。爸，刚直播间不让小孩子。妈，天啊，宝贝，妈妈抱你，妈妈抱爸爸，爸爸那边那个直播呢，在工作，是不让小孩上。你要18岁才能。还没有18岁，你只有3岁。不是，妈妈不是直播。不好意思啊，平台妈妈，平台爸爸。我哪里错？又怎么了？主要是。我的供应商不嫌我的样品臭，反正我也不臭，你们就玩嘛，随便玩，你们开心就好了。你们怎么开心怎么来啊！今天其实真的要下货了，因为我要找最源头说我讲错的人。我蛮喜欢吧，下。警告！